你似乎有话想问。轩辕秋，静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吗？他是有熊人。并非，静云的父亲出身三苗，他们一家因战乱去到有熊。他的母亲是否也是三苗族人，我却是不知道了。怎么？先前和刘兄一起进到的那个梦里。不，没什么。云无月，新商城实在太大了，我觉得在这过上一辈子都不会腻。我喜欢这么热闹，这里的房子也很好，比黑黑的笼子好多了。城里的妖魔送来了很贵重的东西，可我不想要。云无月，请你不要忘记我，只有你看到的才是我吧。这小东西只是幻影，对吗？或者说是你的记忆？白乔是我在魔域偶然救下的妖，他不喜四处漂泊，我便将他送去新商城，托付给一位与我有救的大魔。剑丝族是非常奇特的一支妖族，他们的精神力十分强大，足以影响到其他妖魔的心神，带来种种幻象。但这种力量却无法自控，大多妖魔眼中的剑丝族只会是他们心中深深怀恋思念不已的那个存在，很少有谁能看到剑丝族真正的模样。白乔在新商城定居之后，总会有许多妖魔前去拜访他，送上各种珍宝，但他却越来越落寞。我最后一回去看望他时，他说希望我可以永远记得他，记得白乔，而不是别的什么。云无月，其实有时候他们的确很可怜，我也想帮上忙，可我又不是真的，我只是一个影子。你不想见到静云吗？静云已逝。这上面的是什么？一个印记，我在自己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记，为了不要忘却。眼的寿命很长，甚至有万年之久，我们可以窥见意识的奥妙，必然也更容易被反噬其身。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都必须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遗忘，否则自身的精神将无法承受。那如果有一天，这里我的意识同样会被外界的风暴所扰乱，从一开始就不能完全自控。若是之后周遭的情景有变，你也无需惊讶。
那些跪着的人是在祈愿，是琼龙国圣级义士，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十分虔诚。这里没有印记，看来是发生过什么让你很难忘记的事。的确有一些教训，我成年未久时行走世间，遇到了当时琼龙国的国师，他要我抹去意识，成为他的使仆。这家伙难不成是想找死？我拒绝之后便被拘住，正在琼龙圣坛之下。他竟这么厉害。相传琼龙国师乃是更久远之前的大能转世，身具累世的功德和法力，这些我并不太懂，但我的确是败了。琼龙之法与我的力量本是相克，他将我关在那处，日夜如受刀具之刑，无非是要我有朝一日转念屈从。寻常人求而不得，至多杀之。这国师倒是思虑深远。216年间，
我未有一日放弃修炼，终是能够破印而出。那你必定是要报仇。自然，我毁去圣坛，从庙宇深处把那个和尚带走，投进了魔域的一处深渊。一开始他仍是挣扎呵斥，数十日后便再无动静传来，想必是被群魔吞噬了吧。但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些我所料未及之事。怎么？穹龙国重视信仰，圣坛被毁，国势暴族，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亡国之灾。那和尚的门徒虽多，却还未有一人获得他的真传之法，这个国家就此衰败，日渐孱弱，数十年后便不存于世了。你是觉得不该取了他的命？我从未后悔，只不过有时会想，我是否成为了一个太过突然的契机，带来某种无可挽回的转变。人的国聚沙成塔，而后又风流云散，在千年之间数不胜数，但这毕竟是人族兴衰，本不该由我介入。谁又有未卜先知的本事？那什么国师抓住你的时候，怕是只做着称心如意的美梦吧。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回到了白梦泽，就意味着灵力风暴正在减弱，对我的扰乱也越来越少。且在此地等上一阵。这花叫什么名字？刺荆心。荆棘吗？对，它原本长在离轩辕丘很远的一个叫做刺荆岩的地方，须得穿过重重荆棘，在山的最深处才有可能找到。金云曾经给我带回了一株，后来长成了许多，可惜它也见不到了。
沧海桑田，连白梦泽都已经不在了。再好看，梦里终究是梦里，回忆也都只能是回忆罢了。这世上的花千千万万，以后我给你找别的。在乌之国的梦里，我听到了一些你和叶长庚的话。眼的声音不是简单的发声，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吧。不错，眼兽活到大约500年后才有可能拥有这种力量。发声之时虽然十分动听，足以迷人心智，但也非常危险。人或是不够强大的妖，明知癫狂迷乱致死的却是多数。我幼时不懂这些，还盼望着长大了要唱歌给缙云听。缙云不是有辟邪之力吗？也会受影响。但他终究是人族，只怕有害而无益。昔年海上有庆耳国，据说他们的国民一生都在追逐这世上最好听的声音。他们寻过鲛人，也寻过渔父，最后找到了眼族。那个眼倒不愿随意杀生，便说我若高歌，你们举国皆亡。那些人却回答死也甘愿。于是眼为他们歌唱一曲，从此世间再无庆耳。这也是疯魔了。一生急于一世，既是自己选的，旁人也无可智慧。眼族的声音这么厉害，肯定很重要，你的又怎么会落到别处？千年之前，我与叶长庚做了一个交换。那时的人界修行门派颇多，其中不少都以灭除妖族为己任，妖丹和妖骨也被他们肆意争夺。那两族间岂不是势同水火？正是如此，有些小妖便被鼓动围住了一座并无修行者的人界城池，他们决定要给人族一个教训。然而双方却是落入某个大妖的局中，我虽能够牵制大妖，却无暇兼顾城中。毕竟城池内外都有他安插的族属，必要时自可大开杀戒。就在那时，叶长庚说他能帮我，不过他不久之前与别族争斗失去了生意，便要拿走我的。你难道不会觉得这里面太过巧合？但当时已是箭在弦上，并无更好的法子。我与那大妖搏杀之时，他也的确护住了城中。但这其中的艰险恐怕只有你自己明白。这样做真的值得，那些被救的也未必感激你，他们甚至连对错都不一定分得清。不需谁的感激，若是遂了那大妖的愿，终归是些无谓的流血罢了。至于对错，
那是人族才会执着的东西。他们花几百年或是上千年去争论一桩事，既然千年之久都未必能有定论，甚至今日的错转眼就变成明日的对，那我又何必在意？哪怕身后因果随行，我也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便是缙云一生征战往来于尸山血海间，又如何便说他是否错杀一人？也是，有些东西原本说不清，只看怎么选罢了。但你的声音就这么算了？我说与他一时，又不是与他一世，只不过如今还无法取回。为什么？眼是不能杀死眼的，关乎性命之时，力量便会受到禁锢，无非是我不够强大，若是够强，这禁制又算得了什么？是的，总有一天要物归原主的。事在人为，为者忠诚，生死之外又有什么是一定办不到的呢？缙云也讲过类似的话，有时候会觉得你们有点像。我像他？哪里像了？并非颜貌，而是别的一些东西，都很不服输，也绝不会轻易认命。这世上骨头硬的人可比你想的要多。外面的风暴停息了，先去摇曳湾看看。见到祭灵族了吗？嗯，风暴来临前，他们有些人就已经去了那个金天轮里，剩下的人守在外面，风暴来时都受了伤，正在休息呢。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赶去阳平。